大家好，我是马可。今天我想谈一谈寓言。寓言对我的影响深远良好，这是个极大的话题。对不同的人来说，寓言的含义也是不同的。所以我会简单说说。现在我要给大家讲一讲我怎么会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我从小在美国德州长大，上大学之前，对属灵方面的事浑然无知。我那时是个无神论者。活跃地劝说信神的人，让他们放弃他们的信仰。但是在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我必须承认灵界的确存在。我虽不想成为一个宗教狂，但我慢慢发现灵界也有善恶之分，而我想站在善的一方。我拜访了不同的基督教派，结果遇到了一批年轻而火热的基督狂热分子，他们帮助我理解圣经。上帝借着这个经历赐给我全新的生命，我最后开始全职侍奉耶稣，在国外生活了近30多年，那段生活美好极了，我为此非常的感恩。所以，当我说到预言时，我主要指的是圣经中的预言。本课程的重点将集中在圣经旧约时代的先知但以理身上。当门徒问耶稣未来会怎样时，他特别的提到了先知但以理，他说。你们看到先知但以理说的那些未来的事，读到这圣经的人需要会意。耶稣的意思是，那些读到但以理有关未来预言的人一定要明白。我能想象，你们当中有一些人可能对此了解很多，热切希望听到多一些细节，也有一些人可能不甚了解。我希望你们双方都能从本课中受益。假如非要选择的话，我打算针对那些对此不甚了解的人，因为在长大成人之前，我对此也了解很少。正因如此，我希望你们能体会到上帝之书《圣经》的真理所带来的极大喜悦。现在，也许有人会问，到底什么是预言呀？或者心里又在想，又是世界末日要到了，陈词滥调啊！我过去也是这么想的。它听上去确实很愚蠢和怪诞，好吧，那就让我们来看一看，是否有一件人人皆知，并且在几百年前就已经被明显预言了的事。看这一视频的人，应该全部都知道圣诞节。圣诞节期间，人们会唱圣诞歌，庆祝耶稣诞生。你们也都看过玛利亚、约瑟和婴孩耶稣的图画，你们还可能听到过这首歌。他大概是这样唱的：“哦，小镇伯利恒，你是何等平宁。”这首圣诞颂歌里唱的小城伯利恒离耶路撒冷很近，而耶稣就诞生在那里。这一点你可能已经知道，或者以前可能听说过。你至少知道这件事。现在，让我们来翻开圣经，看一看旧约里的米迦书。我的圣经说这本书写于公元前700年左右。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5章第2节，就像是上帝在对小城伯利恒说话，他是这样说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恒古，从太初就有。”上帝在这里对伯利恒说，尽管他在犹大诸城中是小的。犹大当时是以色列的一个省份，但从他里面会出来一位掌权者，最终会统治上帝的子民。这位掌权者从恒古，从太初就有。这个预言被记载在旧约中，在耶稣诞生几百年前所做的。他具体指明了米赛亚，也就是上帝派来的王，将在那里诞生。这样的预言，圣经里还有不少。最一开始时，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最终意识到，宇宙中有一个主宰，著作圣经的上帝，以他的大能在几千年前就已经预告了世界的未来，并且这些预言和预告一直在准确地得到应验，这让我感到非常惊喜，到现在仍觉得很惊讶。本课程的主题就是关于已经得到应验的预言和尚未应验的预言。但当我提及耶稣诞生在伯利恒时，我想找一个很多人都知道的事件。当我们读到在他出生几百多年前，
圣经就已经预言他要出生在伯利恒时，你就可以领悟到预言有多么的重要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在下面就看一看历史长河中很多先是被预言预告，然后又在几百年后或者几世纪后又应验的关键事件。4000年前，上帝拣选了一名叫亚伯拉罕的人，他出生在我们今天所知的伊拉克。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犹太人便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阿拉伯人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连穆斯林教也都可以追溯到他。但是旧约是记载犹太人历史的书，所以为了理解预言，我们将略略查看犹太人的历史，同时我们也看一看耶稣和罗马帝国之前那些远古帝国的衰盛荣辱。下面是一些主要的圣经人物和他们生活的历史时段。亚伯拉罕生活在大约公元前2000年，耶稣生活在公元30年，中间有摩西，大约生活在公元前1400年，大卫王生活在大约公元前980年，我们将要研究其著作的先知但以理生活在大约公元前600年。有人把他们放在一起，并且我发现这是记住犹太人历史主要时段的一种简洁的方法，它被称为以色列历史的7个时段。首先是亚伯拉罕到埃及去，上帝对亚伯拉罕说话，要他离开他的国家，到上帝要赐给他的一片新的土地上去。亚伯拉罕到了幼发拉底河流域，然后又进入了迦南地，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以色列。上帝一直在应许亚伯拉罕，让他的后裔成为强大的民族。亚伯拉罕最大的美德就是对上帝的信心，虽然这对亚伯拉罕来说是很难相信的事，因为此时他的妻子和他从70多到80多一直到90多岁却一直都没有儿女，上帝怎么可能让他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呢？不过亚伯拉罕坚持相信，上帝也深知他会保持信念。最后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终于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撒，以撒与利百加结婚，生了一对双胞胎以扫和雅各。我只是告诉你圣经中比较重要的事件，还有很多细节我都已经省略了，这些都记录在圣经的第一本书里创世纪，发生在近4000年前的巴勒斯坦，当时叫做迦南。雅各结婚后生了12个儿子和1个女儿，他有2个妻子，其中一个儿子就是约瑟。结果约瑟最受他父亲宠爱，上帝似乎也预示着约瑟会在他的第12个兄弟里面作为很特别的一个，因此他的兄弟们经常记恨他。他的兄弟们后来把他卖作奴隶，被人带到了埃及。然而这都是上帝所允许的，圣经里说约瑟最后在埃及成为了埃及的2把手，位居只在法老王之下。多年以后，那些卖他为奴的兄弟们也因为饥荒而到埃及购买粮食。这是一个难以置信的故事，但是约瑟竟然认出了他的兄弟们，然后在他的帮助下又帮助了他们全家和他的父亲从迦南搬到了埃及。靠着约瑟的保护，他们得以居住在埃及。在接下来的400年里，他们不断的壮大，直到像上帝告诉亚伯拉罕那样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对于以色列的下面这段历史你可能会更熟悉一些，你有听说过十诫吗？这个时段就是出埃及记，在大约公元前1400年，这也是圣经第二本书的名字。主要人物是摩西、摩西的哥哥亚伦，以及摩西死后上帝拣选去领导犹太人的约书亚。摩西和约瑟有些类似，他们都是希伯来人，也都最后在埃及身居高位，但上帝直接告诉摩西，他要他把犹太人领出埃及，带回迦南地，那是他们先祖居住之地。摩西和上帝带着犹太人奇迹般地越过红海。
越过西奈沙漠，最后再次进入和征服了迦南地。在出埃及的过程中，上帝将十诫交给了摩西，他们是以色列子民必须遵守的诫命。既然我们在讨论预言，那我可以告诉你们摩西出生几百年前的一个预言。在那时，上帝就已经说了，这些事都要发生的。在出埃及400多年前，上帝在梦中对亚伯拉罕说，上帝在创世纪15:12-16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在别人的地。结果在埃及的确是这样的，又服侍那地的人，他们后来成了埃及人的奴隶。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他们在埃及正式住了400年。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犹太人离开埃及回到迦南，正是这一预言的应验。之后在他们回到并征服迦南时，他们在此又居住了300年，在期间建立起了神治政权。也就是说，他们由上帝统治，他们没有议会或者国王，而是服从上帝赐给摩西的律法和诫命。上帝任命利未人，祭司的一族，负责律法的实施。这被称为士师时代，因为每次在危机关头，上帝会兴起像基甸、参孙和底波拉这样的关键人物来领导以色列。以色列国的统一主要是靠灵性上的团结，他们跟自己的支派生活在迦南或者以色列的各地。公元前1050年前后，以色列发生了一些大变化。当时上帝兴起了一个睿智而忠于上帝的大先知撒母耳，但以色列人却要撒母耳给他们一位国王，让他们可以像别国一样。上帝警告他们，这并不是他的计划，可以色列的人们却一意孤行。最后上帝就指引撒母耳给他们选一位国王，扫罗。最初扫罗真的很敬畏上帝，他使以色列变得强盛一心，胜过了所有的敌人，在一段时间里形势大好。我们所说的这段时期可以被称为联合王国时期。这时以色列不再是由多个支派组成，而是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国家，并最终成为了中东的一个强国。然而，扫罗的人生却演绎出了圣经中最令人悲哀的故事。随着他的日益成功，他却变得越加不顺服上帝经由先知撒母耳给他的吩咐。因此，上帝最终告诉撒母耳去高立一位新王。这位后来成为人们最敬爱和铭记的君王就是大卫王。上帝告诉撒母耳，我已寻找一个合我心意的人，合上帝心意的人。大卫王也正是这样的人，在大卫的领导下，以色列达到了兴盛的巅峰。大卫是王和先知，在祷告中甚至也像祭司，他在打仗、祷告和忏悔上都树立了一个新的楷模，他在当时便被人们称为以色列之光。我们可以看到预言此时得到了应验。在大卫出生1000年前，当亚伯拉罕仍是一位膝下无子的老人时，上帝就已经对他说了。在创世纪15:18记载，就在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同一天，他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河。在大卫和之后的所罗门的统治和征服下，以色列的边界从埃及的边界一直到延伸到幼发拉底河，正像1000年前上帝告诉亚伯拉罕的那样。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是联合王国的第三位国王，也是最后一个王。从他登基开始，上帝就满足了他的所有要求。他求上帝赐给他智慧，以统治上帝的子民。圣经箴言记载的智慧，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和学习。然而，令人悲哀的是，
像大卫王这样一位强大而敬畏上帝的领袖，其影响却很少有超过两代人，结果便是慢慢的犹大国就此分裂了。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本应继续做王，可惜他没有他祖父大卫的胸怀，或者他父亲所罗门的智慧。于是，本来团结的以色列支派中起了叛乱，最终导致其分裂。这是分裂王国时代的开始。北部的10个支派由一个敌对大卫王朝的叛徒所带领，在北方设立了新的都城。这10个北方支派被称为以色列，只有大卫王的支派犹大和扫罗的支派便雅悯在南方保留一致，他们被称为犹大。因此，以色列在统一100多年后，在公元前约920年分裂成两国。在接着的200年内，北方的以色列便每况愈下。你听说过耶喜别这个名字吗？即便今天这个名字在英文中代表一个无耻的女人，她是当时北方以色列国中的一位国王的王后。上帝差遣以利亚和何西阿等先知警告说，人们背离了上帝，他们若不悔改，必遭审判。但多数人对此不理不睬。公元前722年，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上帝允许亚述人征服了北国以色列，掳走了大部分国民，带他们去东方做奴隶。上帝所创造的王国毁灭了，正如他们的先知何西阿所预言的，他们最后漂流在列国中。然而，南方的犹大国却稳稳站立，那是因为他们的国王和百姓非常的亲近上帝。他们不像北国以色列那样，他们很少反叛，更谦卑和相信上帝，所以上帝也保守他们，延续他们。两国都有好时光和波折，也有好与不好的君主，但是危难时，犹大会顺服像以赛亚这样的先知，至少有时会。犹大最后也抛弃了对上帝的信仰，不再爱他。上帝说，他们现在比周围的国家更加的邪恶，更膜拜邪神。接下来是但以理时代，在公元前600年前后，犹大正处在被灭亡的前夕，上帝兴起了先知耶利米。他是以色列最伟大的先知之一，他在犹大灭亡前几年传递上帝的信息，犹大人民却毫不感恩。耶利米告诉人们，新的世界强国巴比伦已经打败了亚述人，并且将要来攻打耶路撒冷。上帝将使用巴比伦作为审判他子民的工具，事实上正是这样。公元前604年左右，巴比伦王派兵攻打犹大和耶路撒冷，并且使之臣服。公元前586年，犹大起义，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摧毁了犹大，大部分幸存者被掳到了巴比伦做奴隶和囚犯。犹大只有少数犹太人留在他们的家乡。这便开始了以色列历史的被掳时期。上帝把自己的子民抛弃了吗？并没有。就在犹太人遭受上帝于数百至数十年前警告了他们会发生的审判时，上帝已经用了好几位伟大先知去传递他的话语。虽然耶利米、但以理和以西结相隔一代，但都生活在这一时期。他们教导和传递上帝的话语给以色列人和邻近的国家，解释在发生的事情，并且是上帝与他们同在的代表。在这段惶恐不安的时期，上帝继续通过明确的预言给他的子民盼望，预告他们的将来。在耶利米书中就有这样的一个例子：上帝两次清楚地告诉耶利米，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只会是一段有限的时间。耶利米书29章第10节说："主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到此地。
上帝命定这段时间持续70年，是这样吗？犹太人被掳走了70年吗？正是。根据圣经和世界历史的记载，他们被掳的时期在公元前536年到516年之间结束。从公元前606年犹大被占领和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被摧毁到这时，正是70年。我们在历代持续看到预言的永恒明证，看到上帝如何应验他的话。圣经中还有更多这样的预言吗？有更多将要在我们的时日或者不久的将来应验的事情吗？后面的课程将关注这一点。在犹太人被掳的70年间，马代、波斯两国联盟打败了巴比伦帝国。这个双重帝国接下来统治了远古世界将近200年。以色列最后一段历史是回归时期。波斯国王居鲁士·古列恩准犹太人回归他们的祖国，居住在耶路撒冷。以谦卑悔改下来并决定回归的犹太人，决心遵守上帝在数百年前交托给他们的先祖的律法和信仰。数年后，他们重建了耶路撒冷和圣殿，尽管不像所罗门王以前建的那么辉煌。上帝保留了犹太人，让他们在亚历山大大帝和希腊人统治世界的时候得以幸存了下来。希腊人统治中东时带入了他们的文化，这为以色列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演进和变化。但是有些犹太人带领上帝的子民回归上帝在数百年前给予他们的信仰，与其他民族分开，单单敬拜上帝。多年后，罗马取代了希腊，成为世界强权帝国。在罗马人统治中东的第一个世界里，耶稣在伯利恒降生了。以后的课程中，我们将以这段历史为背景，让我们可以看到先知的预言如何像指明灯和路标一样，指示着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先知们从前所说的未来，大部分现在都已经成了历史，但是我们仍能找到那些未完成的预言。预言的准确性对我们今天或未来仍旧意义非凡。下节课，我们将关注南方的犹大被巴比伦征服的时期，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600年前后。我们将研究但以理年轻时的生活，他是被流放在巴比伦的犹太人，被流放时他只有14岁。我们将讨论但以理书的第二章，这是学习预言的下一节。让我们来看一看上帝如何描述但以理时代以后到来的远古帝国。我们将看到上帝清楚地说，时间到时，他将最后亲自成立政府，统治我们的世界。有人称这段时间为千禧年，很难相信，是吗？希望下节课能让你自己来判断。上帝祝福你。